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马可楼线上祷告会。谢谢弟兄姐妹今天的参与，让我们呢可以在这里的时刻里头，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的家人，为着我们的周遭，一起的来向神来祷告。今天你的参与，使得我们可以一同的向神来发声，向神来祷告祈求。现在呢，我要读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取自于诗篇46篇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天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一首很美好的诗篇，让我们知道呢，在患难当中，在很多的需要当中，神告诉我们说，他仍然的掌权，他在全地当中里头怎样呢？被尊崇，在遍地，在外邦中，神的名字要被高举起来。神不单只要我们知道他是仍然掌权的，他更要我们知道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更是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更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里头，把我们所有的烦忧的事情，使到我们忧虑的事情，使到影响着我们心情情绪的一些事情都放下来。今天单单的要来到我们的神面前，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要尊崇高举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要休息。当我们在休息与神之间建立那一段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你就是我们的神，你要在我们的当中得着荣耀，在我们的当中得享与你的同在。好的，这个时刻里头，让我们的心也打开，让我们的口也打开，一起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好不好呢？跟我们族内的弟兄，如果你隔壁有人呢，跟你的家人一起说，来吧，我们一起的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全心的依靠他， Amen。 Yeah， 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真的是感谢神，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无论你在家里。Really thank God we can be connected through online, through Zoom, and we want to give all the praise to God, alright? 让我们今天一起大声的、全心的一起来赞美 Amen。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宝藏。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是的，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力量， Amen。 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歌，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宝藏。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山会挪移，但你
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杜汉啦，杜汉啦，可苦啊，坦坦马什木古，亚古农巴杜丹克斯拉马丹古。percaya kau lah menara dan kota perlindungan ku mau selalu bersyukur sebab cintamu padaku takkan pernah berubah hatiku percaya walau bumi bergoncang setiamu tak pergi dariku. 我要不住，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 Hallelujah, we give all the praise to Jesus, 因为他的心事和慈爱永远不会离开。让我们再唱多一遍。Let's sing the chorus again, slowly. 让我们一起来唱。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一个呢，大山是的神，我们要宣告你就是无比慈爱的神。神啊，我们要在这里呢，要宣告神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好不好？这一个时刻里头，我们就开声的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哦，用我们的方言，用我们的灵来高声的夸耀我们的神。我们宣告神你是那位慈爱信实守约的神。神啊，我们今天这一个时刻里头，我们要全心的来依靠你，仰望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来，我们开声的来，大声的来夸耀赞美我们的神，一二三，西格拉拉拉布。继续的来掌权，是的，神啊，今天我们要高举你的名字在至高之处，神啊，我们的心也要来仰望你，要来专注在你的身上，神啊，愿你的能力这一个时刻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的慈爱同在里头，我们一起的来为一些事情来祷告。今天里头，我们呼吁弟兄姐妹一起的来为着我们教会里头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就是这一些呢，患上了 COVID-19 的一些确诊者哈。那我们知道慧玲正在 HUKM 里头接受治疗，郭强他已经安然了，等待着出院。那我们也知道素梅的丈夫，今天我们也听见他说，他在 ICU 里头。
当然情形又好转了，仍然呢需要接受这一个氧气的一个的辅助，还有我们要继续的为这月长的儿子与孙女哈来祷告，求神他们赶快的脱离这一些的，得着这一些的治疗，赶快的好起来。当然我们这里也要为着恩惠之家的安哥伯比和秋丽来这两位的弟兄呢确诊了哈，我们好不好这一个时刻里头我们开声的为这一些有需要确诊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纪念他们。不单止如此，我们也要纪念呢这一些恩惠之家的同工啊，特别是秀丽，她有智慧和能力来处理这一些照顾这些被隔离的老人家们。好的，来，我们数到三声呢，我们就开声呢，在神的慈爱大能底下里头，开声的来祷告，一二三，开声。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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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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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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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can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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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hallelujah 是的，主耶稣，主耶稣。高的神，我们同心合意的在你的面前一起的来寻求神你的面。神啊，我们同心的为着这一些患上这一个确诊的 COVID-19 的患者来向神你来呼求，求神你的慈爱的手继续的引导着他们，医治他们，怜悯着他们，让他们在这一个忠实在面对疫情当中的时候，他们的心仍然的可以依靠你头，心里得刚强得力量。愿神你保守着他们，引导着他们，带领着他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的以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晚上呢，我们愿弟兄姐妹有更多的时间享受在神的同在里头，我们可以呢花更多的时间在灵里面的祷告与敬拜，亲近我们的神。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是的，让我们把我们的全心，把我们的全人持续的沉浸在敬拜当中。我能去哪？除了你是人桌前，我想赋予你大恩典，何等的爱！大能手扶持我，太荣美，何等荣美！让我们再唱多一遍。我能去哪？除了你是人桌前，我想赋予你施加的恩典，何等的爱！你大能手扶持我，太柔美，何等柔美！我愿。高举你名，耶
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属于耶稣的。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继续的沉浸在敬拜里面。Lift up our voices to give him all the praise, to give him all the glory. Let us sing together. There is a king. There is a king who bore the scars of healing. There is a son who came in grace and truth.How great the love that carries us to kindness. Wonderful, you're wonderful. So here I bow to lift you high. Jesus, be glorified.To give him all the glory, 让我们高举我们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来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You can pray, you can tell, express your way how you want to glorify God right now. Oh, we praise, give him all the glory.神啊，你的荣耀就要降临在这里。No matter where you are, God, your glory will be filled here right now. 让我们再次的唱。
在这里，从天堂到地极，神你赎回我生命，我赎你，永远赎你。我愿降服高举你名，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我愿你的名字是何等的荣美，是的，我要享受在你的同在里面。是的，神，愿此刻我降服在神你自己的大能的同在里面。是的，神，让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要安然的实施。是的，神，这一刻时刻里头，我是属于你的，永远都要属于你。是的，在以赛亚书第30:15是这么说的，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是的，今天我们选择，是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里头，我们选择安息，享受在神你自己的同在里面。是的，我们不要真的是紧紧的抓住你，我们不要那依靠那外在的一些的方法，很多的那一些的消息，很多的那一些的说法，直到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头真的是很焦虑，失去了平安，也失去了那个平稳安静的心。但是神这一刻时刻里头，我们要学习告诉我们自己说，神啊，我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量是在乎于我们平静安稳，在于神灵里面再一次的可以重新得力。神啊，我们带着我们个人的一些疲惫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把我们的疲惫，把我们的焦虑，把我们的那一些心里头的那一些很着急的事情，甚至乎我们很焦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事情，神啊，这一刻时刻里头我们都交托在神你的脚前。神啊，我们要得力，我们要安静。神啊，我们要交换，神啊，以你的能力来交换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情绪，让我们在你里面得享安息，在你里面得享平静，在你里面得享安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神，哦，哈利路亚，阿门，是的，哈利路亚。现在这个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告诉神说，神啊，我在这里。Yes, here I am。那我们再轻轻地唱一篇 chorus。我愿降服在神你的大能的同在里面，让神你得着我。所有和我
诉你，永远诉你，我诉你，永远诉你。是的，我们是属于耶稣的。继续沉浸在敬拜当中。 Let us quiet down ourselves， 让我们安静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将我们的全人，将我们的全心献给那荣耀的主，那掌权的主。生命交在你手中，献上一切给你主，我的世界全在你手里，我属于你到永远。相信你，哦，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我这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全然。In you, in Jesus' name.
with all I am. Yes, Jesus is the reason that we live, and we want to give Him all of ourselves to God, to glorify Him. 让我们继续的敬拜。真的是我的灵我的心全然的为你，是的神，就正如在圣经里头说的，神啊，让我的心归向于神，是的，让我沉浸在神你的荣美同在大能当中，神啊，让我知道我在这个时刻里头，我的灵再一次的被神你自己的来触摸，神啊，愿我降服在神你自己的大能当中里头，我整个人整个的生命可以再一次的在你里面重新得力，神啊，这个时刻里头我们要来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神啊，可能外面真的是有很多很糟心的事情，那很多一些的负面的新闻，一些很多负面的消息，但是今天晚上真的，我立定心志，我决定的要听你的声音，我立定的心志，我要相信你的话语超过我外在的环境，好不好？这一个时刻里头，我们就为着我们个人的生命状况，我们的属灵状况来祷告。可能你正处在一个很艰难的情况里头，你面对很多的压力，你面对经济上的压力，情绪上的一种的焦虑，工作上的一种的迫切，甚至你在经济上你头也面对了很多的一些的情况，在这一个的新常态的里面，我们有很多适应的，神好不好？这一个时刻里头，我们都为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神啊，我决定的要相信你依靠你，是的，因为我的心归向于你，
来，我们一二三的开声来为自己来祷告。哦，哈利路亚，是的，来祝福我们自己的生命。是的，我们的生命是在你里面的，我们的生命是蒙神你所悦纳的，我们的生命是蒙神你自己所眷顾的。是的，任何负面的声音，任何破坏的声音，任何控告的声音，都要从我们的生命里头远离了它。真的，今天晚上我们选择神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在你里面可以重新得力。哈利路亚！不单止如此，神呢，我们也要为神与神这一个美好的关系来祷告。很多时候呢，我们每天都有很多很忙碌的事情，很多人说我现在要处理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可能以前一个人的工作，现在你正在处理着两个人的工作，三个人的工作，面对着很多的情况，我们也在这个的忙碌当中，但是不要忘记了跟神的关系里头连接在一起。当我们与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的有所面对挑战的能力。当我们与神在那面领取能力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能够平复。情绪平复的时候，有一个健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有做事情的一个能力，好不好呢？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一种关系，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放在生命当中里头那个首要的位置，不是呢草草的聊帅的，而是每一天我们都来到神灵的面前，真的是聆听你的声音。来，我们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来祷告，一个美好的属灵的操练来祷告。一二三，我们开始的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神呢，我们也要与人有一个美好和谐的人际关系来祷告。关系是美好的，我们的情绪是健康的，那当然的，自然而然我们就有处理能力的处理事情的能力。很多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一个疫情当中里头，我们一起的一个家人处在家里头，我们有很多的张力，真的是很多的张力，很多不同的观点，很多不同的期待。但是呢，我相信神，只要我们愿意让神介入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里头，我们要看见我们能成为那个和谐的人，使人成为和睦的那一个人，好不好？我们也为这个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家庭来祷告。来，我们数到三声的时候，一起的来祝福我们的人际关系与家庭。一二三，开声。是的，神啊，你在圣经里都告诉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孩子。神啊，我们要请求神你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放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是的，神，当我们面对人际关系的张力的时候，很多时候呢，那一种的情绪来到的时候，神啊，真的是给我们有一个能够节约自己的情绪，能够节约我们的口舌，让我们在有情绪的时候，有张力的时候，神呢，我们能够平静安稳的，不以舌头上犯罪来得罪我们的神，得罪人，神呢，而选择在那一个时刻里头，温柔的勒住自己的舌头。是的，神，让我们享受在神你创造的那种美好的和谐的关系当中，享受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享受在我们的家庭关系当中，享受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神啊，愿你的恩典怜悯我们同在。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Amen。 是的，我们接下来那我们也继续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相信神爱我们，他要赐能力赐福于我们，他掌管着我们的生命，他掌管着我们的今天，他掌管着我们的未来。所以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可以不惧怕。是的，让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是的，我们的主是那掌权的主。 Environment may change， 我们的环境会改变，但是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他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唯一的盼望。Future, for I know
我们可以有信心的来面对我们生命里头周遭的每一样事情。是的，让我们祷告不歇息，让我们面对许多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也不惧怕。让我们呢以下来就为我们所挚爱的国家来祷告。那以下来我们有一些祷告心的要为我们的国家一起的来祷告，看见神就在我们的当中，看见神掌权，看见神是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哈利路亚。首先呢，我们第一样事情，我们就为国家的40天禁食祷告，让我们积极的参与在当中。让我们数到三声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声的来祷告，然后由牧师来做一个的带领祷告。来，我们开声，一二三，开声的为我们的这一个为国家40天禁食祷告。我们要相信神的作为在马来西亚。哈利路亚。来，一二三，开始。哎呀，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是的，牧师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是的，亲爱的主，主我们 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就是我们的主，哦，你 掌管、这一切，也掌管我们的国家。主啊，一切的主权都在于你。主啊，我们、透过、在我们的国家宗教会这个40天的禁食的祷告，这个祷告月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真的连接在一起，在一个宗教会连接在一起，不分任何的宗派，走在一起就有一件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祷告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充满恩膏的教会。主啊，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州府，不同的、在城市里面，或者在一个、小镇的里面，在沿海的一带，
无论是东马西马的教会、哦、同样发出祷告的呼求，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求你来成全这一切。主，我们知道当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哦、主啊，当我们祷告的声音的时候、哦、集合我们所祷告的声音、哦、现在你的宝座上的时候，主啊，你必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必纪念我们的国家、哦、让我们国家有更大的突破、哦、更大的更新在那里。主啊，也为这、哦、这是十天里面我们看到、哦、教会要成为、哦、在那里成为那里的光、哦、要兴起发光。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中间，我们真的一起大家、哦、同心合意的祷告，主啊，好叫这个疫情被停止下来、哦、好叫这个疫情很快就过去了。主啊，我们向你呼求，主啊，让弟兄姐妹、哦、在这个今时的祷告里面，主啊，我们带着那种渴慕的心，主啊，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你，就是你，你就是我们的主。主啊，保守我们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们。阿们，阿们。第二样事情呢，我们就为我们国家的政治稳定来祷告。那我们相信这一个时刻里头，我们很多时候就很听见很多人说马来西亚真的是进入好像一种无政府的一种状态的那种的情况里头，我们继续的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数到三声就开始，然后呢就由 Brother Gaffa 来带领我们一起的同心合意的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来，一二三，开声了，来，我们一起的为我们国家的政治稳定发展来祷告。哈利路亚。Oh, hallelujah, 是的，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OK, 是的，现在我们邀请 Brother Gaffa 来带领我们祷告。Hallelujah,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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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Thank you, Lord Jesus, God, when for our country, oh Father God. Lord, no matter what we are going through, Lord, our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 Father God, we ask, oh Lord, that you be sovereign, because you are sovereign, and Lord, you reign even in our country. Father God, we pray, Lord, for stability in our country, oh Lord God. Even we desire, God, that you put in people, oh Lord, who are able and capable, and who love our country, and who do all for our country and for the people, oh Father God. But Lord, we ask, oh Lord, that you, Lord, have mercy and grace upon Malaysia, oh Father God. Lord, we know that you are in control. We ask for stability and peace in Malaysia. Lord, we desire, oh Father God,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h Father God. Lord, we uphold even our whole country to you. Lord, our political situation, oh Father God. Lord, you are in control, Lord. In Jesus' name I pray. Amen. Amen, amen. 是的，第三样事情呢，我们就要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复苏计划来祷告。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里头，很多的家庭，很多人真的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要看见神也参，我们的祷告要看见神也继续的引导马来西亚呢走向这一个经济的复苏的一个的计划里面去。好，我们开声的来祷告，然后我们又请阿赖来为我们祷告。来，一二三，开声的来祷告。哦，为我们马来西亚的经济复苏计划，哈利路亚。是的，哈利路亚。是的，父神上帝，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为着我们国家经济复苏而祷告，求神的能力来充满我们国家的领袖，主啊，好让他们有一个方法，一个美好的经济配套来带领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复苏，主啊，使他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盼望，是定睛在神里的当中的，神的指引着他们，带领着他们有这个聪明智慧来引领带领国家在任何的经济状况里面，他们都能安然的度过，尤其是我们长沙，还有我们这个每个在
做生意的都能再次恢复他们所要进行的生意的交易，主啊，你的祝福领导也使我们银行有一个很美好的配套，是在贷款的方面，那强商啊强家所缺乏的都有一个很好的配套，跟银行来融洽，来借这个啊贷款来再次恢复他们生意，好让每个员工来再次恢复在事业当中的再次能回到工作岗位去赚取他们生活，不要在一个痛苦流离的当中，主啊，也求神的祝福他们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好让有个新啊学生毕业出来的有一个就业的机会，使他们不会聚在恐慌的当中。神也神你保守我们国家的啊政治平安，有个很好的经济配套，带领外国的投资者进入我们国家当中，有更多的外汇来到我们国家来投资。主啊，更重要的就是要提升你的子民，你的百姓，主啊，只要相信，只要信靠神，你每个都在神你看过保守的当中，主啊，如同在出埃及里面，你的百姓在歌山之地，虽然在面对着困苦，面对着困难，可是在歌山之地，他们必能得保守，必能得神的保护供应的，主啊，主啊，只要你的百姓能回转过来，你必治医治这地，你必会带领我们每个人能在安然的度过这个疫情，度过这个困苦的当中。神求神的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主耶稣掌管明天，他必要向我们引导走向前方，我们必能引领的安稳的走过这个疫情。很感谢赞美，再次恭敬交托我国家的经济复兴在神的手中，神继续神来带领我们，相信这个疫情过后我们就猛然突飞的。神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阿们，得胜得胜。所以第四样事情，我们为着国家有效的抗疫的一个策略来祷告哈，我们希望国家真的是在这件事情里头一起的来抗这个的抗疫策略，能够使到有效的人活在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里头，我们一起的来祷告。然后呢，由 Jeffrey 弟兄来带领我们祷告。来，一二三，我们开始的来开声的祷告。Hallelujah， 是的。是的，邀请 Jeffrey 来祷告。好，是神主，我们为我们的国家能够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抗疫策略，我们完全的来交托在主你手中来祷告主。首先主，我们为我们的政府来祷告主。虽然主我们知道说可能我们政府里头很多的官员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主你告诉我们主，你本身神你的神性和你的永能是明明可知的，这造天以来是虽然我们眼不能看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你叫我们可以晓得，你叫人无可推诿。因此我们求主你把一个敬畏神的心摆在我们的这个政府官员的心里主。让他们知道主他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的决定，他们来日他们在有朝日他们在见主你面的时候，他们必须要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决定跟行为负起这个责任和交代主。也求主你让我们的政府在你赐给他们属神的智慧，让他们有聪明智慧在这个政策上在资源分配上都能够做一个我们说有先见之明的决定，让他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可以很快的看清楚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并且在整个计划里头，主你让他们对事物的发展有个预见，有预见的能力，主，好让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决定不是后知后觉的，而不是等到整个情况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时候，政府才说我们依然还在研究当中，主。主，再来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公务人员来祷告，主。主，我们看到最近我们的医务人员尤其是那些on 这个 contract 的他们最近兴起了这个罢工，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辛苦了，进入这个抗疫的这个第500天之后，主他们很多的那种基本的需求依然没有被政府的照顾到，虽然他们在这个过去的一年多当中，他们真的是全心全意的付出了一切。因此我们求主你
主你让政府能够听见这些医生他们所发出那种的呼喊声，主，并且能够在他们所需要的这个基本需求上去满足我们这些的前线的医务人员，主。主，我们也为我们的警察来祷告，主，求主你使我们的警队能够秉着公义执行任务，主。我们相信主，我们警队里头还是有很多我们所喜爱公义的警务人员，主。因此我们求主你让整个警队的这个威严不因为一些的我们说一些的不好的苹果受影响，主。主，最后我们也要为我们的人民来祷告，主。我们知道我们进入这个抗疫超过了500天，看起来前路还是一片的昏暗，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但是主你在诗篇46篇告诉我们，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告诉我们在慌乱当中，主你要我们休息，你要我们知道你是神，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主。因此帮助我们尤其是基督徒在关键时刻，主我们能够真的是rise above the circumstances, Lord, 那你也帮助主我们的心不被刚硬，你帮助我们主不被整个事物的发展而感到麻痹，反而是主你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时刻能够明白圣经里头所说的成为世界的光和世界的盐那个的真谛，并且在这个目前的这疫情当中在我们每天生活去充分的去活出来，无论是用我们的我们说是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我们的才能，或者是祷告，主，我们都尽我们的本分，人民的本分，去 support 这个政府的一切的 policies, 主，我们要看到说这个是这是一个全民总动员的一个的抗议的一个的行动，主，我们感谢你，聆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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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是的，谢谢哈。我们祷告了之后呢，现在来我们读一段的经文，然后我们就分成经 break up 里头为着一些有需要的事情来祷告哈。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一段的经文，诗篇27:14，他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当我们等候耶和华的心时候，我们的心就能够刚强壮胆坚固起来，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些祷告事项，那我们分组祷告的事项里头有这四样，小组的需要，软弱的自己，上网课的学生们哈，现在正在上网课的学生们从早到晚都需要面对着电脑哈，求神真的是给这些的学生们有一个专注力哈。第四样，我们也为教会的关怀与疫情团队的服事来祷告。我们陆陆续续收到很多弟兄姐妹的一些请求，帮助一些正在患着COVID 的一些patient隔离的，我们送食物的，给予资助的，请祷告这一个团队刚强起来，也呼吁更多的人自愿的参与这一个的团队当中。好，现在呢我们就分组的来祷告，那线上的 YouTube 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好的，我们就分组了，现在的祷告聚会就到此结束了。